对于菲律宾违背与中国多次达成的共识及其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的承诺单方面提起的仲裁案，中国已经多次表明了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中方反对菲方提起和推进仲裁程序的任何做法。去年12月发表的中国政府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中方的这一立场。